啊，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？因为他不行。男人有才华的，你嫌人家长得丑的；长得帅的，挣钱少；挣钱多的，你嫌人不顾家；太顾家的，你嫌人没出息；有出息的，你嫌人不浪漫；会浪漫的就靠不住，靠得住的就窝囊。照你说的这种十全十美的男人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，没有。你妈这才叫男人，小哥太美了。那个是小千里车流，万里坑包，大坑套小坑，小坑是水泡。你说就这破道还设个收费站，坑前的道路是真他妈高呀，这时代真是进步了啊。哎，古代那人打劫时候咋喊的？咋喊的？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，经过千年的文明洗礼，人们也进步了，现在都不喊了，非常温柔客气地告诉你，前方500米收费站，请减速慢行，谁敢不给呀？嘿，那可不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到处逼你掏腰包，生容易活容易，生活是真他妈不容易。现在啥叫生活？就是一边干活一边受气，车你买得起，油你加不起，路你走得起，费你交不起，孩子生得起就是养不起，学你上得起，课你补不起，病你看不起，房你买不起，婚你结不起，爱情伤不起，良心对不起呀、啊、这是。哎呀，啥也别说了，咱俩现在能活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还能不能走了？哎呀，就剩100了。你早点死在手机上，吃饭也玩，睡觉也玩，这家厕所都赶上你包房了，开车屁大功夫你也玩，你可真是一机在手，天长地久，机要离手，魂都没有，天天往床上一躺，就知道玩你的破手机，你都粘床上了，还跟我俩天天嘀咕，
啊，我虚的都要报废了，还张罗要健身，天天往床上一躺跟蓄窝似的，能不报废吗？我没给你洗过衣服啊。背上你那坑行不行？你这一辈子就帮我洗过一回床单，夸夸使劲怼，怼的一地全是水呀、啊！哎呀，我没给你做饭吗？别说话了行不行？我都赶上你御用厨师了，饭我先焖上，土豆打好皮，要丝切丝，要片切片，葱花切好了放面板上，围裙给你扎好了，提了个麻布给你屁股后边擦都擦不干净。你做一顿饭，那厨房都赶上二战现场了啊！满目疮痍，一片狼藉，那咋的了？上。咋说的呀？女的接的。什么？女的接的？这个败家玩意儿，给我等着。哎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我跪下。哎呦妈呀！咋的了，媳妇儿？咋的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闺女，你跟他说，刚才女的说什么了？哪女的呀？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。啥意思啊？你死了！我你俩瞎！咋的了？你俩？这又咋的了？谁惹你生气了又？我今天上班的时候，我同事说我是个猪，气死我了！谁呀？太不懂事了！你领我找他去，我收拾收拾他。哎，不用了，爸，我没事了，你别生气了。这也太不像话了！也不能看你长得像个啥，就说你是个啥呀？什么玩意儿？谁家孩子？哎，爸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如果你一个人在沙漠里，然后快渴死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在你面前有两杯水，一杯尿，一杯毒药，你喝哪个？闺女啊，我今天必须得好好给你上一堂课。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，为了生存必须喝尿，懂了吧？那两杯水你为啥不喝？我就喝尿。爸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讲。你知不知道 iPhone XS 要上市了？讲重点。我听说它那个屏幕可大了，还漂亮。讲重点。我想着吧，你给我买一个 iPhone XS，
这样呢，我妈是不是就能用上我的 iPhone X 了？你是不是就能用上我妈的 iPhone 8了？这样我们全家不是都换手机了吗？有道理啊。买吧。不买。